小王子圣修伯里的作品，有很多非常深刻的哲学意涵。那在我 teenage 的时候其实没有领会这么多，但是这些年来越读越读会越来越体会越深哦。他一直在强调真正的东西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，到了很多不同的星球他也是在寻找吧，寻找那种理想，但是他看到的是在不同的星球总是有一场可笑的成人。比如说有一个国王啊，明明就是住在一个好小好小的星球，但是他又自以为他拥有了全世界。那或者是他在另外一个星球遇到一个商人，他一直在收藏星星，他觉得那是他拥有的，然后呢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好好去欣赏过那些星星。然后又在另外一个星球遇到一个地理学家，他熟知地图上的一切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出发过去过任何地方。然后小王子就在心里暗自窃笑，哇，这些成人都好好笑哦，他们都非常自以为是，可是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心里是空洞的。然后在小王子这部作品里面，他非常强调的是，哎，这些成人很可笑，我们要保持我们那个初衷，要保持我们那个像孩子一样那个单纯的那个信念。但是呢，渐渐的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在成长中，慢慢的我们也会变成了那个很可笑的成人。常常我们也开始追逐一些外在看得到的成功，然后忘记了那个初衷。所以当我在旅行了很多地方之后，因为我一直在寻找理想国，然后我也在很多艺术，在音乐艺术文学中寻找，然后最后我觉得哎，我大约是找到了那个理想国，其实不在任何一个国度，或者你可以说它在每一个国度，因为其实那个理想国在你的心中，是你面对自己的那个心态。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觉得我后来理解到的就是，那是一个思言行完全合一的一个状态。当你的思言行能够合一，你就可以享受一个和谐的喜悦。可是这个思言行的合一真的很难，因为那个思其实不是用头脑来思，而是用你的心来思考。你要回去看你的初衷是什么，你的心到底想做什么。因为曾经我有度过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快乐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努力呀，在走向那个我所谓我觉得理想的那个艺术家的样子。可是我也在做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啊，可是事实上那个想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头脑的想，而那个头脑的想其实就是社会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的，就是社会告诉我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做你才会成功，你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做你才会有成就。所以我也要自己去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就思言行不合一了，因为那个不是我内在心里的想，是我头脑的想，但是头脑的想是外在世界告诉我的。所以常常我们就是要再次回到内心去问那个初衷是什么，还有去看那个内在指引是什么。但是其实神已经都安排好了，你只要跟着那个内在的声音去走，而且你就是臣服于他，然后他会为你带来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切，就像我们暴风雨之后会到另外一个更漂亮的城市去，那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思量的。所以在我今年新年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用西方的花体字写了一个春联，写下两个字就是合一 integrity。但是我给我今年的期许，我希望我是一个思言行合一的人，然后我希望我能够随时再回到那个初衷，而且我可以活出那个自己想要看到的自己。小王子也说，当你为你的玫瑰所花费的时间，使你的玫瑰珍贵，就是这段话。意思就是，一样东西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你为它花了很多的心思。就像那些英国人总是花好多时间在种他的花园，所以他的花园好珍贵，成了大家家里的灵魂。然后我想面对任何的人事物，那个最珍贵的事情，最有价值的，就是你有没有真的爱他，你有没有真心的为他付出，付出你的时间，付出你的努力。
那当你有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是在过一个成功的人生了，因为那个过程，那个追逐的过程，就是你的思言行合一的过程，然后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当下，因为你正在成就内在的自己。好，那这是我后来在寻找理想国之后给自己的一个在今年的一个注解，也许未来我还会有更多的想法，但最后我想就以这首《小王子与玫瑰花》作为结尾送给大家，也祝福大家找到那个自己的思言行合一，还有自己心中的那朵玫瑰。谢谢。